这儿洗，这地方，摆上那儿，这个一擦着掉，没事。按哪边好？啊，都好。哪边瘦？这边肥一点，这边瘦点。要瘦的地方。要多少？这一边也是，我们这个。要这一样。不对，我是这个地方。都有点肥的，看着吧，这头肥的宽点，这头肥的窄一点。要不为啥说这头瘦点呢？是吧？支付宝到账40元。 你要哪个？那边吧。这块瘦点。行。等一下，慢慢来。好，50块钱，大哥。大哥不能吃肥的。一说话咱听出来了。皮肤蹬。把皮还蹬下来。好，多一块六不要了啊，多一块多。赶上了，对吧？嗯，100块钱多吧。 50是吧？啊，对，行。你要想做完了没有？我做的那就是。好不好？好，妹纸。然后我再买点花肉有吗？有，够不这些？我想要再要多点。要多点的是吧？可以，有。这是多少钱？来，你聊点，李姐。这给您，你看让人抢去了。我说那个是多少钱的呀？来个，那个60。给我整点瘦的呀。必须的。 再来多少？给我整点瘦的呀。必须的。把那个多余的那个，还一个嘎，然后我看看要这块。要这个，最瘦。好不好？把这边边边角角的给我整整。这不是，我说这瘦肉。那边都瘦肉。行，就是。磨叽。他说就是不好看，他不占分。你给我蹬一下。别蹬。40块，50元。我不炖，我炖，对，你给我蹬。行，我要完成，大哥。 我搁那也不行啊，我搁那个。还不够，差点儿。我整点瘦的。来要买去了，够了是吧？多一块我也不要了啊，不是。我往那儿还有没有了啊？扇子够多少？这些中吗？扇子，我扇一斤。 看看这扇子，不都是卖的肉？要哪个？这两天没啥肉了。其实这条你看着这几条最好，不要。这条给你。好。刚才那边不是。这个好嘞，妹子，35，妹子。还有，我有点是。那65。你说嫌少啊？嫌少，这还有一条。这俩一模一样，双胞胎搁出去。来点肉，你就把它。肉大卖了。啊，肉15。 70块，22，70块，这两张都真都好啊，哥这，哎，这15啊，15，70，妹子，70块钱8毛，给70，要多少？20块钱。好嘞，妹子，美女来都拉瘦的，因为美女不吃肥肉是吧？这个先生，这一共看着不好不好，哥这，多一块钱中吗？你给我拿2张。微信收款100元。 30块钱，大哥。啊，拿给钱炒。大夫的。就这两根儿。啊，拿给钱炒。大夫的。啊。啊。少点要多一点。够吃不？多好。可以多拿点是吧？不要，不要，45，正好3斤。你要拿3斤。 这好不？没有吧？行，血给我剃剃。没事，到时候要是100期20，给100期，给多少？30块钱。啊，30。快给我20，25。血没呀？看你要啥标准的，没有，赶紧的。我说到家你先有血泡一下，知道不？这血猛抽一下就好了，这血沫都出去。你给那个上边打个标吧，我再来个5。可以。 别人买不可以。今儿先说好了，你下边五花，你跟上边整一边宽。不这个，你站的，你不啥别要上边啊？我大姐要上边，完你要下边五花啊，都宽的让你。你好，你咋慢？咋切呀？等会儿，你等会儿中吧。大姐要万一呢，所以说你可以不要上边，你还嫌上边呢。孩子要思考五花肉，你说你那天整那一大块肥，上边还。你还是要吃煎五花那叫啊。 你说上那个搁烤炉烤那个呢？那脆皮五花肉是吧？哎呀，
要卖多少钱呢？你用啥说？贵贱你咱哥们咋说的？有派五吗？有。还要啥？我要那个纯排骨吧，啊，纯排骨吧，纯排骨，哎，好嘞，你等会儿没着，啊，138吧，对，好，这位大姐，这一拉的，完下边都归你，你拎过来，来我养，这是前是要这个不？你看这个啥的啥的，哎呀，够用了，因为这标不大，我给杀一下啊，要标大手是我绝对多大。因为这根本都不挣钱，说实话，说心里话，这种我卖15，打这些标合适买着，我净说实的。我这人的卖东西，你说都熟人是不？钱超来点吧，不来，够了。大，别给我钱，我爱吃，我爱吃，给130了，行吧，130，好，我好，北京的。这位姐，你说啥？成，你上宽下窄的。是啊，啊，这条来，这块敢卖？你看你俩合作的好不好？来个这块这块15姐啊，我给你切两刀辣椒，这回人家不吃别的，吃这肉了。这是前来整袋130辣椒，这回你点了，来一条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这边瘦点，130元，来来多换，省上宽下窄的是不？哪一个？这个小碗那不是毛病。证明我这新杀的种，我就来这么一条就行。完，我来一块这个梅花，有，这宽够不？反正你上边就得宽点，又少了。你不整，你上下你整一切一边宽，不这宽吗？你不切一边宽，我跟你说我。我说你呀，宽五宽你都得给我整。我买肉你都知道挑拣，你说你搞对象你多挑拣吗？你说，这回宽不？多简单，是不是？15。你这块来过呀？哎，都要着。要着不便宜点啊？都，这个不是便宜肉，因为我去标了，结果去标等于便宜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给这卖这五花肉装一下去。拿下去，完一会儿。给你装袋。大姐啊，咱这是102块，你就给100吧啊，2块钱没给人。哎，好嘞姐。鱼可以肥的，是这个打下去吧？嗯，对。因为啊，这个打下去，人说是老母猪的，得让人看着有这小猪渣儿，知道不？好，45的姐。这多了。啊，好嘞。肥的给我去了。没有肥的，姐，我这边给你。啊，你看我这边肥的，我留着。这个啥的？哪的？那你大姐。啊，这边瘦的给你啊，姐，看着不肥啊。啊，100，6斤6两6。让大姐15，让大姐别吃亏，101.4给100。哎，来来来，用啥呀？排骨。好，等会儿啊，要多些。来个3000，那个前头你整一下切一巴子。别来前面，来这块。你后面多呀你。啥多呀？肉多呀，肉多，我给你少要钱的。3斤钱算。这是75，该76。3斤钱算吧。按差，那我合一块腰上，来合一块。那我给你来一半，那3斤，140。腰牌咋卖的？腰牌15。给装上吧。这哪行啥了？这要钱了。这不得学会买肉吗？我才今天学，要15，把肥肉一块下的。你都买上边了，我还不买一个下边？55，少点55。这块多好，少咱俩今天这点肉合着的吃。关键我家的肉，我这咱们吃北京那块正好。先头那让他挑的，后边让他让你挑的，知道吧？那个下一斤。下辈子你俩搞对象，你挺合婚。我俩不搞，过不好日子。来多少姐？15，对。来20块钱，那来这小条不得了吗？那血，来个，那没事，他沾的血，这会儿肥就切去。我刚才看那条子都。姐，这是最好的硬肋。收了，我不切。我别劝你了，来吧，我就劝你不要。血不是毛病，知道不？22块钱行吗？啊。微信收款42元。姐，你说。这个不打这点儿，那不用打，太小了，那标小标啊，
不小、哦、啊，不小、哦。其实你们认为是打一下点好，其实这肉不用打，再打人笑人，知道吧？这是五花肉，挺好，看着吧，姐。嗯，不要这个。行，这嘎不够，这一嘎零肉也好啊，千炒肉，姐看着吧，也好。不要的，要吧？不要啊，不要就别搁里，25块钱，姐。刚才那是笑。走着还要不？这个还要不？这个算你是自己要了，刚去完，不要了。啊、刚好150块钱。整，你给他弄个，又让我赢，等着。行，我给姐了，是是不姐？得让人家高兴。要多少？要多少？是这个意思不？我看你打完啥样？哎、打完啥样啊？就去点肥的，象征性的，没卷我少着面子，就是。啊、这小饺子没有下饭。本次收款150元。多不这块？忒多，来100块钱的，多点稍微多点。你就来一半吧，别多，别少来，也别多来。多少啊？150元，十斤肉。我嘎出来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我你别说嘎出来，你是冻完了吃着还好呢，光嘎出来看好了能中，看着吧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有车轮的吗？哎，好嘞，兄弟。没够150，150。五花肉打开肉没？行吧，嫂子。啊，装上吧。啊，是五十五二的。哎，我知道。啊，看个秤啊。来一秤，报多少多少啊？哎，拉长点了啊。做出劲儿的。你说他连着都卖肉，一掰都出。这饺子到点了，开始喊了。啊，你说行吗，大哥？大哥36，35，你那肉硬肋，我再打成这样的，我就不会卖肉了。这好，白多一些。恭喜收款40元。十几斤，好不好？干啥？刚才那个是是是，我刚砍过75，姐，够不？姐。够了，够吃了。能嚼吗？能嚼，我劝你也一点。能，给你不如拿下。拿的，拿的。你要啥肉？啥肉？要熟的。我拿二斤是瘦的。啊，咋吃啊？炒菜吃。来这块吧。来这块，我不用过来，这别烧二斤的，用啥呢？用我们这个，一会儿这就出门了，完了。行，因为咱吃不了那多了，是吧，瘦？瘦的。哎，好嘞，是炒吃不？啊。你看这二斤肉怎样？不一句不，就来这块儿了。一般吧，还凑合了。31块多1块钱中吗？以前我顺着你说，今儿这肉我可不顺着你说。今儿不顺着我了。40元。行，来一半够吧。这个要这头。啊。完这里脊都给你带着。对呗。行吧，可能照你计划就多点儿，但是这肉可好啊，妹子。看什么？这肉多好，都瘦都给你了。100元，正好100，多好吃。但是啊，搁着多点儿，但是这肉太好了，知道吧？18过来了。啊，哪个？18过来了吧？我相信你买肉一直以来没买过这么多。是我。啊。这135。135，135加上120，255块。这个鱼也比较多呀。